来。通过哪里走我得走啊！给，俺在后面来了。你的眼没实在大点。我在这吃鸡，不是你们乡下的，是吧？咱们在祖国。啥来？狂奔啥来？在哪里？我们两个。来吧，来来，快点回来来。我已经沟通好了啊！谁跟你沟通好了？西湖区批准的，来，批准的东西呢？你来录一下，录一下。西湖区防控指挥部已经批准了，我们女儿住在这里，我们现在安安静静的进去，好吧？到我们家里面，我们把门关好，是吧？有问题我们承担责任，绝对不出门。这个跟社区也同意的，同意吗？丹登镇也同意的，社区同意了，同意吗？我们姚主任和书记，你同意吗？去防止那个我们做好对接。好不好？这是上级做的决定，同不同意？安全。哎，我们你们需要，我们需要。就是国外回来的，我们都可以进了，是吧？你这边只要说，我们立马就放。不是，美国回来的进不进？区防止的这个。落实的还有标准的。那当时这个西湖区颁的这个健康绿码，这个通知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是吧？西湖防控办啊，给你打电话。打电话没用的，我知道他是谁呀、啊。他都矢口否认的呀。我问你，习近平说的话像不像？如果他打个电话来，你说你也不认识他，你别这样的当个主任是不是？不，你弄个东西，你需要弄到书面的东西给我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从社区到那个街道，就是三登镇。那街道呢？街道在这里啊，你让街道说，街道你怎么说？要放不放？
你说句话，你说句话。那个，要把你们书记电话沟通。您是主任是吧？对，我们落实区房子的这个。落实就是区房子就是对接嘛，做对接。落实人家落实。那你说放不放嘛？你说放不放嘛，沈主任？实际上，人家都已经那个，你别这样搞，知道吧？不是这么搞。谁承担责任？这回不是我承担责任吗？那整栋楼都要为你承担责任呀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这样，知道吧？你拿整栋楼，还拿整个杭州？就是整栋楼呀！哎，杭州呢？你如果你确诊了，就是整栋楼的事情，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甚至是整个小区的事情。现在对我负责，请你也对我负责，你是不是？你先别说别的，知道吗？你也是业主，我也是，我们是平等的。你搞什么名堂啊？那我自己的房子你不让我进，你不要把这里住的明明可以，明明可以隔离的，明明可以隔离的，你就要他回来。人家西湖区人家同意。我问了西湖区，是你自己要求他回来的呀。自己要求回来有什么问题呢？明明可以隔离的，你隔离14天不好吗？你在这里。我们来自重庆，我来自江苏溧阳，广东深圳，是河南郑州，我来自四川，来自江苏苏州，我来自宜阳市，我们来自潜江，来自广东深圳，是浙江金华，是贵州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自南京，来自石家庄，安徽阜阳，我们是四川眉山的，来自重庆，大家好，我叫严俊凯，来自广东东莞，我来自贵州遵义，是广东中山，我来自重庆，我来自广东江苏徐州，我来自山东济南，来自云南昆明，大家好，我来自湖南岳阳，我来自湖南，我们一家六口，来自湖南长沙，江苏上海，一名内蒙古籍孕妇，滞留在武汉56天，这边待了59天了，60天，滞留武汉已经56天。我滞留武汉55天，我在武汉滞留了54天，在武汉已经滞留了53天，53天，第62天，请考虑一下我们滞留在这里的外籍人员的诉求。我们在武汉已经滞留55天了，我在武汉已经滞留56天。已经滞留武汉56天，已经滞留在武汉59天了，滞留武汉55天了，已经滞留在武汉56天了，滞留65天了，56天了，滞留58天了，我已滞留在武汉54天没有出门了，我想出门，想回家看我的爷爷奶奶，55天，60多天了，56天，在56天，滞留武汉55天。我在武汉滞留50天了，我想回家。滞留武汉56天。我们来自广东，我们在这边滞留55天了。我们都是健康。一家四口滞留武汉57天。留56天。留70天。大刘在武汉已经有快2个月了。战友们，我们说到这的时候，我们在看到整个美国啊，现在所处的又是一个世界领导人的一个关键的时刻，而且世界又走到了一个重新全人类啊一个重新选择的时刻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要看到2017、2018、2019我们的爆料革命和人类的命运的共同的命运啊。